山间织一片雾朦胧，水月镜花心念浮动，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回眸处灵犀不过一点通，天地有几乎在其中，寒沙鸣钟声声哭了皆随风，君莫要逐云追梦，拾得落红夜夜来去皆从容，君何须寻觅僧踪。
生化，决定往西方，弥陀极乐国，常闻般若香，即今举佛说法一句，如何举扬？一把性空佛，焚烧梦幻身，娑婆夜沉静，净土现全真，烧。
们呢师兄弟啊在一起啊，我虽然离开了金律师啊，他每年在春节的前三天啊都会来跟他叙旧哦。当然在座的他的这个圆满的哦亲人的这个弟子啊不一定知道，我们两个人啊都会谈两个多小时我才会下山哦。当然他呢一直有很多的这个事业呢一直没有达成，但是毕竟呢我们一个人呢来到人间想要圆满的一起把这个佛法圆满的做好很不容易，有些人呢简单的跟老和尚互相沟通啊哦，然后呢也代表老和尚呢跟大家在这今天呢、在他呢这个从他呢哦延起啊我们的寺庙的忙碌